凌晨一点的男生寝室，到点开饭。我操，哪来的手机？又不能吃，再来。哟，黄瓜。今天整个健康的，再加点蜂蜜。哇，养荣美颜黄瓜汤，尝尝尝尝。嗯，清甜可口。老大，你吃啥呢？这么香。你床上的黄瓜呀。我操，那不能吃啊。啊。